香港人嚟泰国按摩咧，最中意嘅其中一个品牌就系 Less Relax 啦。佢而家开咗个新嘅副线，你又知唔知咧？唔好谂住好似平时揼骨咁叹啊！新店系以拉筋 treatment 为主。我觉得呢条筋好痛咯。店入边提供四款针对唔同类型客户嘅拉筋疗程，最平600匹，即系大约150蚊港纸就可以试一试噶啦。Our feet is focus area, necks and shoulder and back. Okay, support focus arm and leg. Traveler focus legs and ultimate all body. 唔讲咁多，等 model 即刻试试先。我依家要开始拉筋啦，唔知会唔会好痛咧？紧张啦！呢度所有嘅技师咧都喺大学度攞过专业嘅资格，仲喺 Stretch Me 呢度受过统一嘅训练，所以佢哋嘅技术咧都好安全同埋可靠噶。香港人成日对住电脑电话，我哋特登拣咗试 Office Treatment。好搞笑，同 Thai Massage 系唔一样嘅。技师一嚟就做咗几个针对手臂肌肉嘅拉筋动作。啊！好痛！梗系啦，你估真系按摩咩？技师每套动作都是为了松弛平日绷紧的肌肉，就好像有人帮你全身做运动咁。呢个 pose 就斜紧呢度，大髀前面。如果好像 model 咁，平时少做拉筋，啲筋比较硬的话，第一次做就可能不会太舒服啦。其实好痛，但我要努力笑。做完手同埋脚，仲有平时劲而酸软嘅肩颈位。最后技师还会教你几招，等你回到家可以持之以恒，日日做。终于做完了，想说呢个 treatment 整程都一半时间都是痛的，因为我的筋本身自己很硬，但还有它是会 focus 在你那些肌肉上面。但是我觉得拉完之后呢，整身是真的放松了，还有是真的爽了很多的。同埋呢個係一個專針對 office lady 咁樣嘅 stretching 啦，咁就佢 focus 喺上半身，我自己本身咧肩頸都係比較平時係比較酸痛嘅，我覺得依家都放鬆咗好多。以後去曼谷又多一個放鬆嘅好地方啦～